好的，所以来到现场 Garena Stadium， 现场 Garena Live 收看比赛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2016年的澳门夏季联赛最后一天第一天的赛程。我是主持人汤，我是主播汤米，我蔡明 Egg。不是，因为你知道这个现在是一个算是 LMS 有一个在改版嘛？ 对, 對。现在连前面这个倒数精英计划嘛，对，这个前面的倒数都有这个主持人，然后有大家各位观众热情的呼喊，对，甚至连加油棒都已经有一个最新的版本了。然后你看这还会亮，哎、欸，好了，坏掉了，没关系。不过我们的这个所有东西现在都是在呈现一个改版的状态来迎接这个季后赛。那上一个系列赛其实看到的是 MSC 对上差距的比赛里面， MSC 是没能把这个比赛的差距也跟上潮流，就也改版了，也改版了。这个 brand new 的一个差距换上了打野，把脑摘了之后发现，哎、欸，竟然赢了比赛，就跟精英计划一样嘛。对，你就是把那个脑就没有意识了之后，你就会变得更强啊。听起来是有点道理，这样听起来是有点。